现在所在的位置呢，是在南京中山植物园的红枫岗。现在漫山红遍，已经呈现出我们一个最佳的观赏期。整个观赏呢，可以持续到12月中旬到下旬。我们还收集了很多中国特有的或者国家保护的一些品种，比如说是雪皮漆，然后它这个季节呢，也呈现出一个很好的一个观赏期。然后它整个叶形是呈3片。而且呢，它的树皮会呈薄纸状脱落，呈血红色，因此而得名。